好，我们用那个绘图软体，我来这个证明说你看到的这个灯色是有问题的。那左边呢？左边是我们这个原来的红绿灯。那右边呢？右边是经过这个三，我这个绿箭绿出来的红绿灯。那你看到这是红灯嘛？对不对？这个绿箭的这个是红灯，那它真的是红灯吗？我把这个红灯把它挪到这个全白的这个画布底下，我看它是红灯，OK，我要挪了，什么灯？灰灯哦，灰色的，再把它挪回去。诶，是你又看到红灯了，OK，再挪出来，灰灯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这个黄灯的部分，黄灯一样哦，你看起来是黄灯嘛，对不对？黄灯，那其实仍然是黄灯。黄色的这个那个光啊，经过一个这个三眼的这个滤镜，它的红光会被滤掉。那我们知道黄光是什么？黄光是红光加绿光。当红光被滤掉，它应该要看到绿色才对。可是你的眼睛呢，却认为它比较偏这个黄色。那我真的把它搬到这个白布底下哦，白色这个那个画布底下，什么色？确实是绿色哦，不是黄色。OK。我说你眼睛呢？应该讲说你的大脑啦。经过你大脑处理以后呢，这个颜色呢会跟周边的这个颜色有关系哦。你的大脑会骗你，OK？